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09面，倒数第七行，第48，现证不退愿，这是大愿最后一愿，愿曰：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这里面特别重要的这个诸字啊，于诸佛法，不退转者，所修之功德善根，愈增愈进，无更退失。略云不退啊，即凡于此阿毗跋致啊，盖以菩萨行愿难发易退，居人妄境，别教之性为菩萨，名为青毛菩萨，随风东西，又南本涅盘曰：无量众生发阿耨菩提心，见烧为云，于阿耨菩提即便动转，如水中月，水动即动。我们看这段意思啊，佛法成就，从理上讲啊，确实是一念之间，凡夫一念觉悟就圆成佛道。啊，一念觉有没有呢？非常可能有。但是第二念呢，他就迷了。他不能保持啊。保持这是功夫啊。啊，果然能够保持住。念念都不退转了，这人就成佛了。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有。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这个例子。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那就是一念觉，一念觉，念念觉。在中国，禅宗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这个例子，他24岁。也是一念觉，念念觉，他不退转了。这个不退转，是一时顿证三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
那我们为什么？那一念保不住。这问题的关键在这里。为什么保不住？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认知不够，所以烦恼习气不能放下。问题在此地，都在自己。弥陀世尊，这一愿不可思议，愿十方世界一切菩萨闻名现真不退，慈悲到极处啊！念老为我们注解的不退转者，所修之功德善根，愈增愈进，增是增长啊，功德增长，善根增长，好事啊！不更退失，这叫不退。就是梵语的阿毗跋致，阿毗跋致也是阿惟越致，是一个意思，翻译的翻的不一样，原文完全相同。他的意思就是不退转。这个不退转是三种不退转，刚才说的胃不退，胃不退什么时候证得的呢？是性位粗性位的菩萨，小乘粗国须陀洹就胃不退了，绝对不会退堕到凡夫，他是圣人。虽然没有离开六道，他决定不堕三恶道。证得须陀洹之后，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缘，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就证阿罗汉果。无论这个世间有没有佛出世，有佛出世，他证声闻果。没有佛出世，他证圆觉果。对，善根深厚的人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扎根教育。做得太好了。他扎的是什么根呢？是成佛之根。成佛是根，成佛的根是什么呢？是放下见思烦恼。胃不退呀，从须陀洹到阿罗汉都叫胃不退。他会不会退？这个是不是真的不退转呢？
也会退，但是最低呀，他退到出国，出国就不会再退了，啊，是他的底线，进进退退。啊，出国到四国，四国到出国，啊，为什么会退？我们看底下书。盖以菩萨行愿，不是说法愿，愿发了，发了之后要行，啊，要做到，啊，这一桩事情呢，难发易退。啊，据人王经别教之信为菩萨，注意这是别教，跟原教大大不相同。原教的信为菩萨不退转了，他真的不退转了。别教要出住啊，别教出住菩萨等于原教出信位的菩萨，所以他的信位菩萨了，名为青毛菩萨啊，像羽毛在风中随风漂流啊，随风东西。我们现在的话是经不起考验呢。遇到善缘，他的功德善根增长；遇到恶缘呢，他就退了。啊，这是别教行为菩萨，又南本涅盘经曰，涅盘经有两个本，南本北本，啊，这是古时候翻译，一个是南方翻译的，是北方翻译的，啊，一个40卷，一个36卷。分量都不少啊！经上说，无量众生发阿耨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啊，见少为缘，就是很少违背你意念的这种缘。啊，也就是说，你不喜欢的这个缘，啊，与阿耨菩提就动转了，你心就动了，啊，我们讲动摇了，啊，信心动摇了。如水中月，水动即动。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实在说，帮助我们提升的这种善缘
少啊。帮助我们退转的这些逆缘呢，太多太多啊，你所见的，你所听的，你所接触到的，无不是退缘。都是叫你退转的。我们要晓得，只有佛菩萨帮助我们坚定信愿。我们愿不愿意清净？那佛菩萨在哪里？佛菩萨无处不在，佛菩萨无时不在。你说我没看到啊？那是你没智慧。你也没有清净心，你要有清净心，你要有智慧，你就见到佛菩萨了。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佛了，一句观世音菩萨是菩萨了。你知不知道？知道啊。你念就清净，你不念就不清净。啊，你念佛，佛在你心里头；你念菩萨，菩萨在你心里面。心里头有佛菩萨，退缘就没有了。你只有进，没有退啊，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话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可是转身就忘掉了。啊，心还是被外面境界所转。这什么原因？身见没破啊，念念想着我身体啊。在这一生一世当中，把这个身体看得太重了，不仅这一生，生生世世啊，人死了还有个中阴身，他也是看得太重，所以他还是在退转，还是得不到解脱啊。不知道这个身是假的，不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你把它看得那么重啊，你的亏吃大了。什么生活呢？给诸位说，阿弥陀佛是我。我心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心。你们常常念三十悉念法誓啊，中峰禅师不是这样子说的吗？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啊。你们念得多了，几个人肯定承认我是阿弥陀佛，我是观世音菩萨，几个人承认？
啊，你不肯承认，那有什么法子呢？你要承认这个臭屁狼生活，这就是你退转的第一个因素啊，根本的因素啊。我们要真正如弥陀世尊的宏愿，世尊在经教里头常常告诉我们，遍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是一体，圣佛一体，圣佛不二，生是众生啊，佛是诸佛，弥陀是诸佛的总代表。啊，所以六根在六尘门头动摇了，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叫迷了，一动就迷了，怎么办呢？赶快提起，提起正念，提起正觉。什么是正念？什么是正觉？就是阿弥陀佛。啊，记住，诸佛菩萨的名号就是正觉，就是正念。古大德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是什么呢？自私自利的念头，名闻利养的念头。在五欲六尘起贪嗔痴慢的念头，念头起来就造轮回业。啊，念头才起，意在造业了。啊，开口呢，口造业了。行动呢，身造业了，这很可怕了，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两句话了，是非常重要的警惕。啊，学佛人，特别是净宗同学，念念不离阿弥陀佛，成就自己；念念不离观音菩萨了，救护众生啊，啊，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时候你是观世音菩萨，放下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是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成就自己，
用观音菩萨帮助别人。这样啊，才能够心真不退。又寓言，这是佛在经上说的，譬如愚母，多有胎子，成就在先。愚，我们知道，愚生的子很多很多，但是愚子能变成小愚，小鱼能变成大鱼，这个机会太少了。为什么？鱼子都被别的鱼吃掉了，小鱼被大鱼吃掉了。确确实实，一千颗鱼子，难得有一两个会长成。又如安罗树，花多果少。佛举这两个比喻，众生发心，乃有无量啊，即其成就，少不足也。故云：于此安罗花了，菩萨初发心。是善事因众多，集其结果少。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警觉到，今天我也把这些方法非常具体的说出来了，供养给大家。你修净土，你求生净土，我们要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我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我的身是阿弥陀佛的身，我的念是阿弥陀佛的念。念念不离阿弥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世尊所谓，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把至心一处，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句甚好。我就把心置在这一处上，什么事都解决了。一生的学习就这一部经，常常念这一部经，初学的人呢，读诵。把一部经念上一千遍，一般可以能背诵了。还不能背诵，就再一千遍、三千遍、四千遍。我过去曾经遇到一个人，他念了6000遍能背诵。有决心呐！一天念5遍，一年1500遍，他念了4年了。这是先把它念背，
能背之后呢，叫细嚼，像吃东西一样，不可以囫囵吞枣。细嚼是每一天这个大经节看一段，细心去看，字字句句里头有无量意义，你就细品发味，才真正体会到古大德所说的话一点都不假。是味哪有乏味浓啊？真正尝到乏味也，你连吃饭睡觉都忘掉了。自己精神体力饱满，真的是长生欢喜心欢喜是自己的受用，同时也欢喜教别人。这就是用自己的法喜，用自己的法味供养众生。绝不能贪多，贪多麻烦就来了。为什么？障碍现前了。贪多你就退转了一门深入就不会退转。又摄住菩萨断极尽，这下面揭露一段经文：十舍利弗菩萨舍利弗告来慧菩萨这就是到释迦牟尼佛法会来参与法会的这些菩萨告诉他们，这舍利弗自己过去修行力壮时，他说：“我相信我在过去，或从一住，尽至五住。此地所讲的都是别教的。尽到五住，还复退堕而在初住。”又退到初住了，复从初住至五六住，如是经六十界中尽不能到不退转。舍利弗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十大弟子当中排名第一，他表智慧目犍连表神通，这是他的经验舍利弗的智慧第一不是偶然得来的，最初修行的时候也很痛苦进进退退像拉锯战一样
那么我们今天退转，看这段经文，你就不稀奇了，你的心也就可以定下来了。为什么？进进退退是个正常的现象。你在反复位嘛，可是舍利弗那个时候没有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今天的缘超胜过他太多太多了啊！我们知道怎样能保持不退，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里面有顺境有逆境，人事环境里面有善缘有恶缘，无论是善恶顺逆，我的心都住在阿弥陀佛上，稳稳当当，平平安安，不受影响啊！如果不住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上呢，那你就跟舍利弗一样了，得进进退退啊，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你才能保住不退转。这一桩事啊，就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不远呢、啊。你想想看，我们学佛学多久了？啊，有的同学三四年了，有的同学十几年了，有的同学二十几年了。啊，像我学佛呢，今年满60年，会不会退转呢？如果没有这一句阿弥陀佛了，那不晓得退到哪去了。确实，古人说的不错啊，修行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就退呀、啊。啊，竟要拉住什么？拉住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前面，紧跟在后头，绝不能脱节。啊，你也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不怕了，你会远远超过舍利弗。啊，可是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可不容易。真的是难信之法。啊，我有深刻的体验。啊，我也是个标准的知识分子。美其名啊，好学多闻呢、啊。这美其名啊，好学多闻，年轻啊，喜欢广学多闻。啊，老师虽然教我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自己总是不甘心、不情愿。啊，不过我还是遵守老师的原则，但是不是100%。
我是一部经学成的，我学成呢，这个标准就是至少从头到尾在讲台上讲过一遍，我用这个做标准。我就学第二步学一步我不看第二步，我就专攻这一步。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们来学习大经解，我把华严经就放下了。不再看它了。每一天只读大经解。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但是佛菩萨古大德教导我，一生就修一部经，我肯定，我承认，这是决定正确的教诲。我60年前如果是坚持老师教导我的100%的听话认真修学，给诸位说，我很可能已经开悟正果了。就是对老师的教诲打了折扣，现在是完全明白。你们要学我，跟着我走这条路，学60年到我这样的程度算不错了。如果你们遵从佛菩萨老师的教诲，一成不变，就是一部经呢，学一辈子。那你超过我太多了。10倍、100倍都不止。这都是真话。我没有嫉妒心。我希望你们真的能超过我。用多少时间？10年。10年专攻一部经。无量寿经，专念一句阿弥陀佛，一的10年超过我60年都不止。这是真的。我走了弯路，不希望你们再走我的弯路，希望你们走直路。人人都能超过我，佛法就兴旺了；人人不如我，佛法就衰灭了。我给大家做个标准，我这个标准是最低的标准，不是最高的。这是诸位一定要知道的。我不是讲谦虚话，讲的是老实话。为什么当年不能完全遵从老师的这个教诲？那是习气。
这个习气，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退缘。啊，要想不退呀，一定要坚持。老师是爱护我们，老师不勉强我，真正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希望我们敬宗同学这一生要幸福，要信仰祖师大德啊，特别是敬宗历代的祖师啊，最近的一位印光大师，第13代祖啊，一定要知道持戒，戒为无上菩提本。无上菩提就是阿弥陀佛，戒是成佛的大根大本啊！没有戒，你就是没有根。无论怎么用功啊，纵然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也不行。为什么？没有根。啊，那我们这部经里头有没有根呢？有，32到37品，这个6品经里头是戒律。啊，讲得很详细，讲五戒十善，业因果报。啊，净宗学会成立了，我们定了一个朝暮课诵，就选这一段经文做晚课。啊，早课就是这一篇经第6品，48元。啊，早课是愿，晚课就是戒。32到37这个6品经，它不是背诵，不是讲解，是要字字句句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变成我们的理念，变成我们的行为准则。这个重要啊！啊，每一天不能把全经念一遍，至少把这个第6品跟后面这个6品第6品是48愿，后面六品呢，这个戒律这一部分。啊，至少要念一遍。根扎稳了，功不唐捐。啊，
你的功德能成就。啊，福德这一面，因为这个时代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时代在中国，历代帝王教化了，啊，这个责任呢，他们担负起来了。那什么，菩萨事业，啊，教孝。教敬，教伦常，教四维八德，啊，教人做好人，行好事，啊，现在这个社会，整个世界都不叫了，所以真的是天下大乱啊！那怎么办？我也常常劝佛门同学要坚行菩萨道，那就是要注意普世杂根的教育，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啊，这些年来我们从十个不同宗教的典籍里面揭露他们的经文内容呢，也是伦理道德因果这一方面的教诲啊。我们编成一个小册子，世界宗教是一家啊。这个小册子普世教育，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平。我们希望世界上每一个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信仰，都能和睦相处，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让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大家都能够生活在幸福美满的一生。啊，敬宗学人，敬宗同学，我们要肩负起这个使命，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济世啊。那就要读书啊，不读书你做不到啊。啊，读什么书呢？我们最近找到一部书，群书之要，就这一部够了。啊，有这一部书，你就能够帮助世间法了。这一部大经解帮助我们除世间法，啊，群书之要帮助我们
世间法。啊，我说群书之要是观世音菩萨，大经解释阿弥陀佛，啊，我们念念不舍这两种，是处是法都兼顾到了，啊，又何况世间法里头的群书之要，它里面关于修身、齐家讲的非常之多。有理论，有方法，有效果，有经验，啊，也是学佛求生净土的根本法了，啊，根本是做好人呐，啊，好人都不会做，你还能做佛、做菩萨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啊，所以这些东西应当学，啊，那我们一生呢？学两部书就够了，啊，群书之要分量不大，啊，虽然它有十卷，总共啊大概只有50万字，平均每一卷5万字，啊，那么这部书大概在1-2个月。就印好了，啊，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一起学，把它当作我们敬宗的功课，啊，同学们学讲讲经的还是佛小座重要啊！啊，佛小座就是佛讲，事出世间法，都是从恭敬当中得来。如果对于我们所学的这两门功课没有恭敬心，啊，对佛菩萨、对古圣先贤没有恭敬心，你什么都学不到。功高我慢，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只要有功高我慢，那怎么会不退转呢？退回凡夫位上去了。舍利弗还没有退到凡夫位，他只退到初住，没有退到凡夫位，是什么呢？他对佛菩萨有恭敬心。如果对佛菩萨没有恭敬心呢，他就退到凡夫位了。退到凡夫位，你就不能保证你不堕三恶道。啊，他是经历60劫，还不能到不退转。啊，这是尊者修行提供我们的参考。又宝语经云，
有世界名娑婆，七国有佛名释迦牟尼，若诸有情闻彼名，就是闻释迦牟尼名号，于阿耨菩提得不退转，由彼如来本愿力故。这经上这几句话不可思议啊！让我们知道啊，本师世尊跟阿弥陀佛有同样的宏愿呢。释迦牟尼的名义，我们学佛同修不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释迦什么意思？牟尼什么意思？释迦是能忍，翻成中文意思，他能忍慈待众生。观世音菩萨了，能以仁慈待众生。摩尼翻成中国意思叫寂寞，也翻成寂灭，就是我们前面讲无人菩萨，最后是寂灭人，清净寂灭，这是对自己。寂灭的样子是什么呢？慧能大师说了一句话是：本来无一物。那就是寂灭，那就是大般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灭，苦集灭道之灭。灭就是涅槃。涅槃是果啊，道是因，修道才能证涅槃果。世间的果是苦，是苦。苦从哪里来的？苦从集来的，是你集结无量不善的因性，你感得的苦果。这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世间法了。灭道是出世间法，灭就是灭苦。极境里头一切苦都没有了。这叫极乐。所以涅槃有极乐的意思。古代陈宪师赞词愿为世尊，就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之中最深愿也。世尊五百大愿里头最殊胜的愿，就是
闻名不退。你听到释迦牟尼佛，你真听懂了，你就不会退让了，跟我前面说的意思是一样的。我把能人说成观世音菩萨，我把摩尼说成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我们不离阿弥陀佛，不离观世音菩萨。这个地方，古大德为我们所证明。我们确确实实得弥陀跟释迦世尊的本愿威神加持，专念阿弥陀佛，专念观世音菩萨，你就信真不退呀，这不是假的。经本我给同学选出这两部书，阿弥陀佛的这个大境界，净土大境界，观世音菩萨的，我给诸位介绍的群书之要，针对我们现前的社会，不但中国需要，全世界都需要啊，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我这一次来的时候，经过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我拜访纳吉首相跟马哈蒂前首相，我提到这部书《群书之要》，简略地给他们介绍，他们就急着要。有没有英文翻译本？都想要看呐！所以我请求现在在吉隆坡的中华文化教育中心，这些老师们先把这部书做注解，翻成白话文，然后将白话文再翻成外国语文，帮助全世界。这就是汤恩比波斯所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
群书之要这部书是四库里面选出65种重要的典籍，在这个里面揭露它的精华。65种书变成一种书，你念这一种书，就把这个65种的书的精华通通念到了。这65种展开就是四库全书。归纳就是这全书之这65种，65种再把它提炼，就变成现在这一部之要。治国平天下最重要的理念依据，理念跟方法的依据，希望净宗同学呢会讲《无量寿经》，会讲《大经解》，也会讲《群书之要》。要学会，为什么？帮助我那些有证者，这个有证者是古人的话，用现在的话呢，帮助我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帮助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可别做官，守住出家人的本分，做什么呢？做没有名义的顾问，不要任何名义，这样就好，我们的正义是大经解，我们的正业群书之要是在这个时代不得已的一个副业，宾主正著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无量寿经正道，群书之要助道，正助双修啊。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群书之要是观世音菩萨，我这样讲大家就很清楚了。这是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遇到这样的环境，不能不顾我，不顾慈悲心没有了，那只有摩尼就没有释迦了。释迦是慈悲心，慈悲济世是释迦了。摩尼是念阿弥陀佛，往生不退成佛。那是摩尼，我们接着看，可见粘土导师同法慈最深之愿，真是一路涅槃门也。这句话说得好，粘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粘土导师度法文明不退之愿，随念老说出后面这一句话，这正是一路涅槃门。
盖以无量菩萨，未到不退之位，虽极勇猛，如旧头然，但以障云进来，屡屡退转，虽令学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灵雀。这都是实真话啊！无量菩萨啊，未到不退之位，那你就大幅度的退转，啊，什么是不退之位？我们注意后的这个位置，位不退呀，位不退是小乘须陀洹。《华严经》里面大乘原教初性位的菩萨，别教初住菩萨，这个位不退 啊！那位不退的条件，必须断五种见惑，你才能证得。啊，五种见惑没断，那你就是未到不退之位啊。那就像此地讲的，虽极勇猛，如旧头然啊，但以障云进来，竟是竞争啊，你的障云通通都现前了。你没有办法不退呀！啊，障缘来的时候，你烦恼现前了，啊，你的七情五欲，喜怒哀乐。贪嗔痴慢全现前了，这就是退缘进来啊，你把握不住啊！啊，极乐世界一想太遥远了，时间还没到啊，现前要紧啊。啊，现前就叫你大幅度的退转啊，所以底下这个结果就是这样啊，让学道者如牛毛，形容他多啊，牛身上多少毛？多少牛啊，到时候在我们这个地方到处你都看到牛群呐、啊。啊，得道者呢像灵雀，灵是麒麟。麒麟绝种了，没有了。啊，古时候有也很少很少。啊，现在真的。学道者太多太多，亿万人学道，得道者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这是实际上的状况。
弥陀因地，弥陀因地就是法藏菩萨。名其勤苦啊，发无上愿，一佛威德了，令闻名人，即得三人呢、真不退转。法藏菩萨啊，怜悯十方法界无量菩萨勤苦修行，没有办法，真不退转了。啊，他发这个大愿，闻名不退。啊，依佛的威德就是四十八愿，佛的德就是四十八愿。加持给这些文明的人，这个前面我们学过，文明的人也得要有缘，与佛有缘。这个缘是什么呢？听了之后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是有缘人。如果听到了不懂意思啊，不解不信，或者是信里面有怀疑，那个怀疑就是退缘啊，也会退转啊。为什么会怀疑呢？你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那怎么办？要学经教。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天天讲经教学，是为什么？他只有一个目的，帮助大家破疑生信，真正相信的，那还用得着讲经吗？不用了。讲了49年，就是希望你能够相信极乐世界是真有啊，佛给我们所介绍的句句都是真实，没有一句，没有一个字是虚妄的。啊，你能够升起真正的信心，你就得度了。从信他才升起愿呢，真想去啊！那种仰慕极乐世界的心非常恳切，啊，巴不得早一天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的本意。49年讲经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你永远不能体会。啊，过去我们在汤池做传统文化的实验，啊，让汤池小镇48000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来学《弟子规》。有人问我，你在此地做这个事情，用意何在？目的何在？我们做这桩事情，实在是联合国和平会议里面的会议伙伴逼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想到会做干这种事情啊！啊，我移民到澳洲，代表澳洲学校，啊，格里菲斯大学跟昆士兰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我先后参加了十几次了，其中有七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这个组织主导的。啊，我为什么答应学校参加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居住的是一个地球啊，这个地球好像一个太空船啊，在太空当中旅行啊，我们同坐这一条船啊，现在这船出了麻烦了，你说要不要救它？那不能说出家就不救了，讲不过去啊。啊，我们知道社会动乱的原因，我们晓得地球上这些灾变，这么多灾难的原因，我们知道。啊，我们怎么知道呢？在佛经里面说的，很难得。佛经上说的这些话的时候，被现代科学家证实了，让我们对佛经上所讲的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啊，所以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再过个20-30年，科学家会肯定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高等科学。方东美先生介绍我的时候，佛法是高等哲学。啊，我们通过60年的学习，跟科学家的报告也对照，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他们是最新所发现的，全在《大乘经》里头，而《大乘经》里面比科学家讲的还要圆满，还要究竟。我们对于佛菩萨不能不佩服，我们对于老祖宗不能不尊敬，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方法，啊，理念跟方法，
不落，他那是真理，是永恒不变。你顺着他走，你得福报啊，你享福啊。你违背了他，你肯定遭灾难。啊，科学家、哲学家还要跟老祖宗的理念走才正确。违背老祖宗，那就地球末日出现了。啊，群书治要是中国5000年老祖宗智慧的结晶。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方法、经验、效果，这还得了吗？啊，人间的幸福美满，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都在这部书里头啊！你能不学，你能不看吗？在中国大陆，我晓得。习仲勋老先生他知道，他在这本书的前面提了4个字：古今经鉴。啊，古时候的一面镜子，我们现在人要拿来照照。啊，你拿来照照是肯真肯定有好处。啊，肯定能帮助你解决眼前这些灾难的问题。大乘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不可思议啊！山东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啊，北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们非常有缘分。能够看到这么好的汇集本，啊，看到这么好的注解，我跟念老一见如故啊。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就是法藏菩萨啊，怜悯世间这么多的众生，发无上大愿，依佛的威德加持。这些文明之人，过去生中曾经接触过佛法，
接触过净土，啊，善根深厚的人，文明就能得三人，真不推转了。过去僧中没有善根，现前障缘很重，这个人是最可怜的。啊，他遇到有极大的障缘，想学没有机会呀。但是也有好处，业力耳根永为道种。啊，那我们今天利用这个科学技术，啊，利用网际网络。利用卫星电视，虽然在一个地方，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画面，我们的音声啊，随同经教，流遍十方。啊，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能收看得到。啊，能够打开网络跟电视的频道，那就是有缘人啊。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越来越方便，成本越来越低。啊，现在卫星电视，我们已经有6颗卫星，亚洲上空有2颗，啊，很容易找到。画面非常清晰，啊，如同对面的，缘在退位，成佛愿力唯进不退。极致菩提是为大清呐，啊，那就是你真正找到我们的频道，啊，找到我们网络的网址，每一天都可以在一起上课，都可以在一起学习，你真听懂了，听明白了。确实我们原来是在退位，为什么呢？见惑没有断嘛，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通通都有，这就是原在退位。啊，成佛愿力，愿力就是48愿。我们有缘在一起学习，48愿听懂了，听明白了。啊，极乐世界认识了。啊，对阿弥陀佛。那种真诚恭敬心升起来了，啊，你看看，多简单！啊，26时中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其他的全放下了，这样你就唯进不退了。
啊，你很快的往生极乐世界，你就证得大菩提了。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大圆满了，实为大庆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喜事。啊，事出世间值得庆幸的事情没有超过这种。啊，一切庆喜这一桩喜事是摆在第一位。会师啊，会师曰：“为难思远离。”这个愿力是指48愿，不可思议，一得一切得，不退于三人，同时居住国。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得到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切都得到了，这一切是什么？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全得到了，不可思议。啊，世间法遍法界虚空界。啊，出世间法，一切诸佛菩萨，他们所修行的功德、智慧、神通、道理，你全都得到。这个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一般人这一句他阿弥陀佛念得不得力，是因为他不认识阿弥陀佛，不了解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总有怀疑。啊，所以会念佛的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净念相继。什么叫净念？不怀疑，不夹杂，叫净念。对这个法门，对这个名号有怀疑，念的时候妄念很多啊，不能专心，这叫夹杂。夹杂是业障，怀疑是没有智慧，是愚痴。啊，夹杂就是贪嗔的业障，怀疑是愚痴的业障。啊，总而言之，贪嗔痴没有断掉啊。啊，学佛，叫你一下把贪嗔痴断掉，不可能。那怎么办？叫你降温呢？把对贪嗔痴这种执着要淡化，啊，一年比一年轻一点，一月比一月轻一点，你的功夫就不错了。啊，那么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灾难在眼前，
2012，就是明年了。西方人、玛雅人的预言灾难，我们应该怎样应对？一句弥陀，你只要得到这个，灾难就化解了。你一个人得到，你的灾难化解了；你一家人得到，你一家的灾难化解了；你居住这个地区，啊，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地区就不会有灾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哎，你会想，那是真的吗？我告诉你，对你来说那是假的。为什么呢？你不相信。你得不到。如果有个人他承认这是真的，那对他就是真的。啊，他能你起作用，你这就不起作用。事出世间一切法，大经大论都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也就说明了事出世间法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信心动摇了，一切就完了。啊，我的信心怎么来的？60年。在大乘教里头建立的，时间不算短了。啊，中国人讲整整一家子啊，啊，越学越明白，越学信心越坚定。啊，信心坚定，不怀疑了，你才真正能放下，一切统统放下了。啊，为什么呢？你不能不放下，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还要执着吗？你还要分别吗？你还会起心动念吗？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得大自在啊，你智慧开了，你全明白了，这就是一得一切得了。全明白之后怎么？你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对待一切众生呢，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对自己，观音菩萨对苦难众生的。不退，不退阿弥陀佛这一念，不退观世音菩萨这一念，也不退了。啊，念念当中都能浮现在面前。啊，三人，应祥人、随顺人、无生法人。应祥人言教，天天干呢，乐此不疲啊。
随顺人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身教。啊，无生法忍是不思议的善巧易教，三轮教化众生。同时具足啊，身陷弥陀一尘缘海，究竟方便之妙用。这句话说得好啊，啊，一尘一佛尘，不是叫你止于菩萨，止于声闻，不是的。声闻缘觉菩萨那是阶段性的，一尘是究竟圆满。啊，彻底的觉悟。从大圆满起啊，兴起究竟方便的妙用啊，这个妙用是什么？跟诸佛如来没两样，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众生有感啊，你就有应啊，感应道交，妙不可言啊。小乘经里常说，所作一半呢，不受后有啊。啊，这是事实真相。啊，自己的事情解决了，还留在这个，留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呢，行菩萨道。行什么菩萨道？行观世音菩萨的菩萨道。大慈大悲，帮助众生度过苦难。啊，看众生个个缘分不相同，与佛缘深的这一生当中得度成佛了啊，那缘再浅一点成菩萨。成罗汉为的不等啊，再次一点的，今生出不了六道轮回，不度三途啊。啊，只要能信，只要听劝，都能办得到。啊，听骗不听劝的，那就一点办法没有。那他还是会在恶道啊，去搞轮回呀、啊，啊！但是这一生当中啊，已经种下佛的种子了啊，无论是见相，
文明，阿赖耶里面都有佛法金刚种子，来生后世一定预言会有成就啊，这是肯定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